平安夜即将卸任的基隆市长林佑昌出席最后一场活动，来到海洋广场参加夜诞活动，和民众合影留念。新科市长谢国良在林佑昌的邀请下一同出席活动，在长老教会和牧师的助导下共同为基隆祈福。今天是圣诞节，圣诞夜也是我这个上班的最后一天。那非常谢谢谢国良市长的一个邀请，邀请我去参加这个跨年晚会。那今天是圣诞的这个晚会呢，那我也邀请谢市长一起来参与。那我知道因为谢市长也是基督徒，所以这今天的节日特别的有意义。所以我想今天是一个感恩的日子，又天气又很好，所以满满的都是人哦。那所以在这边祝福大家圣诞节快乐，祝福大家幸福平安。今天很开心能够收到林市长的邀请，共同来参加这个很有意义的圣诞晚会。那今天天气也非常棒，虽然有点冷，但是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天气，所以很开心。那谢谢林市长的邀请之外，我们也很开心林市长他能够跟市民朋友在一个礼拜后，就是跨年晚会，也可以跟国良共同的来跟市民朋友一起祝福新的一年，市民朋友们都能够健康快乐。我也期盼也祈祷12月31号晚上也是跟今天晚上一样是一个好的天气，也是希望市民朋友都能够享受我们带来的这个祝福。那希望市民朋友在新的一年都能够平安健康快乐。市府每年在耶诞夜都会举办耶诞节系列活动，八年来累积爱与温暖，点亮基隆各个角落，民众共同祈福，基隆未来会更好更幸福。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。